尔湾可以买到的两房联排，类似于公寓，但它是联排。进来看一下，入户有两个门，通过外面这个门进来之后，有一个长长的走廊，然后进里面这个门。一楼是车库，这里是楼梯下的储物空间。两房加客厅全部是在二楼。这种户型在东贵145也有类似的户型，非常抢手，出租也非常好，月租可以租到5000块。上来之后大客厅，白色的橱柜做到顶，这个顶非常高，大概有11到12尺左右。冰箱、烤箱、炉灶、油烟机、微波炉、洗碗机全部都是标配，带有一个阳台，超大的窗户，整面墙几乎都是窗户。左手边是小一点的次卧，放了一个婴儿床，放单人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层高非常高，非常舒服。这里是洗衣房，洗衣房旁边是次卧的卫生间。好，这是一侧的一个次卧，主卧在另外一侧，主卧在这边。主卧有一个门通往自己阳台，也是非常高的层高。主卧卫生间带淋浴房，两个洗手池，所有主卧基本标配都两个洗手池，还有一个步入衣帽间，空间也够用。好，这是盒马富野 Martin 拍摄一套可以买到的但要排队两房联排，类似于公寓的产品，大概90万左右。有兴趣联系盒马经纪人约看房，谢谢大家。